我要的不是感谢，我为天师在人间，地狱不空，不成仙。叶少阳把头发捋到脑后，负手而立，摆出了一个从青云子那里学到的风轻云淡的姿势，俯瞰芸芸众生，轻轻一笑：我未生来就是摆渡人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李琳琳撇嘴嘀咕道：真能装。瑞冷玉无嘴忍住笑，冲他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，意思让叶少阳现在自我感觉良好，不要打断他，让他继续装下去。叶少阳也想继续装下去，如果手中有一朵花的话，立刻就要拈花而笑了。突然鞋子里冲过来一个人类，对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，直接把他踹飞出去。叶少阳爬起来一看，是张小蕊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，各种狠招迭出，叶少阳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只有躲避的份儿，还不时被击中，狼狈不堪。我操，你要欺师灭祖吗？反了你了。叶少阳一边抱头鼠窜，一边骂道：叶少阳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我帮了你这么多，最后的决战你居然不通知我，等我过来你都打完了。两人就这么你追我赶地打了起来，很快就引来过路学生的围观。叶少阳无奈，只好命令呱呱和橙子一起把张小蕊按住，揉着屁股上被他踢过的部位怒道：你居然敢打师父，你疯了吗？我还不知道你是师父啊。张小蕊气得两眼通红，要不是我刚才在外面遇到于清姐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居然打完了。啊，谁让你来晚了的？什么呀，明明是你没通知我，你就没把我当自己人。张小蕊说着说着眼睛就红了。真的不是，主要是事发突然，连我一开始都不知道，不信你问他们，当时我赶来的时候情况有多危急。橙子马上说道：是真的，刚才冷玉姐都被抓走了，我们都急着救人，哪有功夫去通知你啊。张小蕊听他这么一说，怒气略消，也不追打叶少阳了，把橙子拉到一边去询问事情的经过，听得浑身激动，只恨自己来晚了一步。叶少阳对这个狂热分子也是无语了，突然想到什么，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：别唉声叹气的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过几天我带你回茅山一趟，正式收你入门。真的？见叶少阳点头，张小蕊激动地跳了起来，在他脸上吧唧就是一口。叶少阳抹着脸上的口水，有些尴尬地朝瑞冷玉看去：没事，反正你也不是第一回让人亲了。瑞冷玉表现得很异常大方。叶少阳点头说道：是的，之前小苏微信上给我来信息了，说最近收了不少弟子，弄得红红火火的。我这个掌教虽然啥也不管，至少也得去让这些新弟子见上一面，训话什么的。我想着顺便把小蕊也带过去，正式拜山认主。说完转向张小蕊说道：拜山之后你就是正格的法师了，要遵守茅山戒律，你要想清楚，现在后悔可还来得及。清楚清楚，我已经做好了当尼姑的准备了。叶少阳差点喷了血。叶少阳带着大伙回到了家中，本来空旷的家里边却立刻被十来个人挤得满满的，有门人，有徒弟，有朋友，在一起闹哄哄的，很是热闹。叶少阳看到这一幕，心里面是满满的成就感，毕竟这些人都是因为自己才聚在一起的。瑞冷玉去卫生间洗澡，换了一身衣服出来，刚在客厅坐下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丝不受控制的意念，眼前也是黑了一下，虽然很快就亮了起来，但是看东西的感觉很不真实，有一点恍惚，过了一会儿才恢复正常。怎么回事？叶少阳见他脸色有些潮红就问道。不知道。瑞冷玉摇了摇头，也许是之前受伤还没好，加上洗热水澡有点晕晕的。叶少阳不放心，又用钢器检查了一遍他的身体，一切正常，这才放下心来，送他到屋里躺下休息。回到客厅，立刻被呱呱等人包围了，一个个眼放绿光地望着自己。你们怎么了？叶少阳被他们看得有点心虚了。老大，名单呢？拿出来让我们参详参详。
小白满怀期待，叶少阳这次想起这正事儿，从兜里把徐文长给的黄标纸拿了出来，展开来看，上面都是用毛笔写的一些官名：司主、副司主、提辖使、副提辖使、主簿等等的大小官职，每一个官职后面还有相应的注解。司主谁来啊？叶少阳环顾左右，几个人都互相看着不说话。瓜果说道：我提名小青，小青最有司主的派头了。橙子立刻反驳道：凭什么？我推荐美华，美华年纪大，成熟，御姐范儿，由她来当司主最合适了。瓜果说道：美华是女的，怎么当司主啊？哟，这里还有歧视女人的，女人怎么了？没有女人你从哪儿来的？呱呱嘿嘿笑道：没有女人也有我呀，我是师生，无父无母。橙子语塞了，很快又说道：那鱼玄机还是巡游司司主呢，凭什么美华就不行？停停停停停！叶少阳被吵得脑袋疼了，转头问呱呱：你要当司主？我不当。呱呱撇了撇嘴，司主虽然听上去拉风，但他还是喜欢跟叶少阳在人间自由自在。叶少阳怒道：你俩一个不愿意当，一个没资格当，在这吵什么吵？两个人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，不作声了。叶少阳扫视了一下众人，说道：还有谁不想当官的？雪姬举手说道：我不去，我要留在人间跟雨晴种，我才不去阴司呢。叶少阳答应了一声，问林三生和李琳琳：你们呢？我没什么所谓的，已经出师了，之前我就说过回来给你当个军师，有个身份也好，将来往阴司办事也名正言顺。叶少阳点了点头，想到阴司人多口杂，是个是非场，小青诸人性情耿直，跟那些人精打交道怕是要吃亏的，正需要林三生这样的聪明人去压阵，当下问道：你要当什么官？主簿，我当年在军中就是主簿。